今日特首是来到我们做一个前厅交流会，我们是开了三节的交流会和不同的议员，整体气氛是十分良好。我看到议员呢都是有碗数碗有碟数碟，是直接这样去讲出意见，也都是直接和特首和司长呢是他们是交流的。咁喺特首喺上個星期提出呢個前廳交流會，而喺一個星期內就已經係實行咗呢個咧，係做呢個交流咧係十分之有效率，同埋我覺得成果係好嘅。呢一個係一個好嘅行政立法嘅新常態，亦都加咗個新元素。咁我哋希望喺行政立法嘅關係咧，喺特首領導之下咧，係有個良好嘅進展。剛才我嘅三節環節咧，我的感受係我係好滿意啊，亦都好多謝主席以及其他參與嘅議員咧，係好積極。我覺得氣氛係非常良好，大家咧討論嘅時候咧，亦都好坦誠嘅，亦都提出咗一啲諗法。有一啲亦係亦都係一啲實際嘅問題，呢個都係我非常之開心嘅地方。因為我覺得第一次嘅前廳交流會，如果有呢一個成績咧，更加令到我有信心，可以將前廳交流會發揮得咧係更完善，同埋對大家咧都係更有作用。個目的都係希望喺立法會，我哋嘅政策推出以及一啲法律嘅修訂，都係令到市民整體受惠。喺行政主導之下，喺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，行政立法嘅關係，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去推去一個新嘅台階嘅。其中一個咧，我哋行政同立法嘅關係咧，係既互相制衡，亦都互相去配合嘅。咁配合咧，當然係要經過溝通嘅。溝通咧就導致我哋更加去認識對方，亦都有機會去大家講下需求同埋目標。咁呢個咧係行政主導裏邊咧，我希望去做到嘅第一點。好啦，我為咗依一個嘅 topic 咧，我起撚咗一樣嘅嘢。就是陳萬琪霸咪，管浩明屌你老母閪，係嘛？屌你老尾！竟然投訴陳萬琪霸撚住個咪，佢冇得講係嘛？即係當然啦，陳萬琪嗰啲咁嘅臭閪亂咁發表，聽俾人屌啦係嘛？霸撚住個咪鳩講係嘛？咁啊，但係你作為一個嘅神棍，所謂嘅撚屌牧者，小鳩氣到屌你乜講唔撚到嘢，人哋霸撚住個咪，你發老皮？係嘛？然後跟住話佢霸咪喎，屌，好似屌你老母去唱卡拉 OK 咁樣樣，我有份夾錢噶嘛，冚家產，屌你老母有份夾錢去唱 K， 屌你老母喺霸撚住個咪唱歌咁樣樣啊！依一個嘅情況真係醜撚到，屌你老母第一小學雞，第二戇撚鳩，屌你老母你得一次講咩？啲會繼續會嚟噶嘛？管浩明豬兜係嘛？冚家產你好想同屌你老母李家超屌你關注你咩？有冇人哋天主教噶？唔系圣公会噶，吴家产，屌你，真系呕血啊，系嘛？屌你老尾咁卵弱智嘅，屌你老尾嘅卵样，仲话屌你老尾冚家产圣公会高层，屌你老尾冚家产羡慕，屌你老母间关心埋啲咁嘅卵嘢，你已经够閪啦，管浩明，屌你老母地上面嘅嘢归凯撒，天上面嘅嘢归天父，你个咁嘅卵样，屌你老母！迷失的靈魂你不夠去理是吧，屌你的老尾尋找緊天國道路的人你不去幫他們，大家一起屌你老母與主同行是吧，走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邊，屌你老母就有很多個羊迷途了，不能知道路怎樣去行，你不能夠去做這件事，我屌你老母管浩明，你去屌你老母助紂為虐，幫這個魔鬼政權，屌你个老母，帮依扎咁嘅冚家产走狗，屌你老母宫女太监，屌你老母是非精，屌你老尾扑心扑命系嘛？冚家产吓，即系同佢哋同流合污系嘛？远离魔鬼，屌你唔同魔鬼妥协同埋交易，你全部犯鸠晒，
係嘛？然後跟緊住仲要低裝到，屌你老母舉手投票，舉手投訴，陳萬琪霸咪啊！屌佢老母閪啊！屌你老尾，你乜你真係咁撚狼撚鳩嘅？屌你老母管路明。咁啊，首先啦，呢啲乜撚嘢前廳會議係嘛？咁啊，屌你老尾，哇！屌你有咩李家超，我真係揾啲佢圖出嚟先。屌你等老人家啊，鬼佬有嘅啊！等等，屌你老尾，揾翻佢啲圖出嚟先。等等，等我揾翻嗰啲圖出嚟嚇，好快好快，好快啊！各位老友，等等，好就得啦。屌你係嘛？冚家產，大家好似即係冚家產可以 BNI 嗰啲嘅撚屌商會咁樣樣，大家朝頭早起身，屌你咩擘等眼眼屎，超早飆入去飲咖啡食早點，屌坐低圍得埋傾偈。疫情咁撚嚴峻，三千幾人一單 case， 屌你老母你咁撚近距離係嘛？完全犯撚曬依啲嘅屌你老母嘅社交距離。你班咁嘅黑警唔撚去捉鳩佢哋發告票599係嘛？幫庫房揾單多啲錢啊嘛！嗱，依一張大合照。屌你老母個社交距離喺邊撚度啊！而家好似仲有社交距離喎，唔好撚以為我屌你老母離開咗香港個零月係嘛？屌你老母唔撚記得喎，黑警點解唔撚去屌你老母發告票啊？依班個撚樣有冇篤安心出行啊？屌你老母入去之前係嘛？有冇 check 下好喎、啊？有冇打足三針啊？或者第四針啊？全部啲屌你老母抗疫嗰啲嘢你要帶頭做噶嘛？你班咁嘅撚樣全部帶頭去犯法係嘛？屌你老母哥當何罪啊？因為第一樣嘢，第二樣嘢。整件事你老尾係嘛？坐低喺度，大家咁撚近距離係嘛？講咪講嘢係嘛？戴撚咗口罩都會屌你老母感染係嘛？一間一個唔覺意一見嘅民建聯，屌你老尾唔撚生手，最撚污糟你哋嘅嘢開曬係嘛？立法會又瀨嘢，三司十一局又瀨嘢，成個屌你老母個依一個嘅冚家產係嘛？政府咪癱瘓咗係嘛？立法屌你老母同埋依一個嘅行政，全撚部啲人都中撚曬武漢肺炎。咁咪仆街係嘛？屌你老母係嘛？咁啊依扎咁啊撚屌早餐，每日根本就做數啦。點解啊？其實依一個嘢，當然我哋香港人你唔會做俾我哋睇啦。佢做俾嗰個嘅屌你老母嘅低能仔小學雞啊，高屌你老母大學士冚家產，屌你上山下鄉啊，膊頭度200斤糧食唔撚轉薄嗰個戇鳩仔睇啊嘛。話俾佢聽喺依一個佢完善嘅選舉制度之下。趕撚走曬啲屌你老母反對派，趕撚走曬嗰啲黃毓民啊、梁國雄啊，捉撚咗去坐監啊，逼撚走咗去台灣啊！屌你個老尾冚家產啊！嗰啲民主黨嗰啲個廢柴啊、毛掹正啊、何秀蘭啊，屌你個老尾張超雄嗰啲啊，嗰啲屌你咩最撚閪嗰啲，屌你咩扮曬鬼佬，又食羊腸係嘛？屌你咩又講英文啊？屌你咩一無是處係嘛？阻撚住又拉布又柒柒又盛盛，冇撚曬啦！我哋幾撚和諧？屌你老尾幾撚協調？幾撚屌你嘅老母閪冚家產，互相幫忙，互相提攜，幾咁屌你老母骨嚇？喂，由亂戰治係嘛？屌你老母香港又屌你咪依一個嘅完善選舉制度之後，哇！只有和諧，只有和睦，只有合作。但係你哋合作喺度，屌你老母影啲相，你俾嗰啲文匯大公，屌你老母俾中聯辦，俾嗰扎嘅戇鳩共產黨睇你哋，屌你老母做緊嘢，有啲乜撚嘢有建設性嘅嘢，屌你老母冚家產，你依個成個場裏邊。冚家產品流複雜，三教九流，屌你個老母一個二個，又有錢嘅又有啲豬閪嘅又有土共嘅又有啲不學無術嘅有，黑社會又有，係嘛？羅君瑤你仲唔撚係黑社會？屌你個老母閪！啊，開會又畫公仔，屌你老母你畫到啲人個隻都怪獸咁樣，屌你個老母醜化自己嘅同僚，係嘛？令人哋睇緊完你幅畫。對依一個嘅立法會同埋屌你老母政府嘅官員、行政嗰啲嘅人士，個人個都有深仇怨恨，係嘛？屌你乜你係咪又犯國安法啊？你個冚家產係嘛？嗱，你睇下佢哋講啲乜撚嘢啫，係嘛？又屌你老母係嘛？扮撚好撚勤力，哇！依一張相直情屌你老母嘅社交距離，全撚部都屌你嘅老母犯撚曬，屌你老母差佬你唔撚去發個票係嘛？好啦，嗱，根本第一做俾共產黨睇，第二。係嘛？你有足夠嘅依啲嘅屌你老母嘅機會去表達依一個向政府表達嘅意見，使唔撚使係嘛？
做場咁嘅撚屌大龍鳳出嚟，然後去徵集呢啲嘅所謂嘅呢啲嘅意見咧？立法會議員，屌你老母！如果要提出呢啲嘅屌你老母嘅意見，喺書面上邊啊，又夠詳盡，又夠 follow 係嘛？又夠屌你老母嘅 detail， 仲有好撚多 appendix。屌你老母！你寫份 proposal， 你寫份嘅意見，屌你老母經呢一個嘅梁君彥反映俾政府知，係咪嚟得實際啊？而家人多口雜係嘛？屌你老母喺呢一個嘅 musical chair。咁就好，夠裝換台，咁就屌你老母，你又唔加襯，巴拉沙跳舞啊，係嘛？好，李家超係過嗰邊，屌你老母去第二張台，屌你老母招呼啊！依一個陳萬琪同埋李慧瓊，咁樣屌你老母，跟住又有音樂響起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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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得，哎，停音樂，李家超再轉台，再去何君瑤，屌你老母，同埋依一個嘅吳家產，大口狗嗰張台裏邊。不停咁樣去轉台，你當撚咗個特首係屌你老母紅鬼阿姑啊？佢新道老智屌你老母跳茶舞啊！而家屌你老母，嗰每個人屌你老母，覺得個廿零三十分鐘十鳩幾人喺一張台裏邊講咗啲乜撚嘢啊？點解大家唔撚個個屌有啲乜撚嘢向政府提出？屌你老母寫啲嘢係咪知 detail 嘅有實情嘅數據嘅各位嘅議員，屌你老母足夠嘅資料搜集有根有強有 appendix， 然後成份報告有啲乜撚嘢俾政府嘅意見？好過你而家喺度鳩噏，仲要陳萬琪霸咪屌你老母嗌，係嘛？根本就係一個流於表面，屌你老母做戲，係嘛？走出嚟，屌你老母就你根本就唔會呃到各位眼睛雪亮嘅香港人，你只不過係做場戲出嚟，屌你老母呃鳩嗰個嘅冚家產小學雞啊！好似個議會而家上下一心好撚和睦，我話俾你聽，議會就係要屌老母嘅，議會就係要打交嘅。議會就係要嘈交嘅，點撚樣咁撚樣解啊？屌你老尾，你睇下依扎咁嘅撚樣，冚家產一隻耳隻，戴撚咗口罩都屌你老母 cover 唔撚到佢成身嗰啲嘅惡俗，屌你老尾嘅冚家產，冚家產愚蠢，屌你老尾愚昧醜陋嘅依啲嘅氣場，係嘛？你睇下依件，屌你老母最撚真嘅依個陳萬琪，就係依條嘅冚家產去屌嘢人大開會提出要屌你老尾搞依一個國安法，冚家產你淨係中意著旗袍，你個撚樣前世未撚做夠知客啊？你個冚家產個叉開得夠唔夠高啊？屌你老母著你冇著阿婆底褲啊！屌你老母俾人睇撚都係著阿婆底褲啊！你個冚家產，屌你個老母閪！好啊，我翻嚟解釋俾大家聽，點解屌你個老母閪係錯誤啊？立法會議員好撚簡單，提出意見，屌你老母俾政府之餘，仲要屌柒屌柒個政府施政不周係嘛？要監察呢個政府提出反對嘅意見。係嘛？唔係幫一個嘅政府屌你老尾，佢提出嚟嘅任何嘢都要贊同。佢每一條嘅條例法案啊，屌你老尾嘅法律啊，去撚到立法會就係要我嚟 debate， 要去屌你老母真理越辯越明，唔撚係做依一個嘅冚家產舉手之勞。政府所有嘅嘢都要屌柒佢，係嘛？屌撚到佢執正一個屌你老母，再冇瑕疵，再冇漏洞，再冇任何嘅嘢俾人抽稱嘅依啲嘅嘢嘅法律。而幫依一個嘅市民係嘛，達撚到依一個嘅屌你老母最撚大嘅依一個嘅保障，揸撚住個嘅屌你老母嗰個嘅箍筍，屌你老母揸撚住嗰個嘅屌你老母嘅事咩？即係依一個嘅safeguard 令到屌你老母佢任何提出嚟嘅嘢，去到市民實施咗法例嘅時候，到香港嘅市民有最撚啱同埋最撚大嘅依一個嘅權益。所以喺立法會裏邊屌柒政府啲官。屌鳩佢哋做得唔撚好，抽稱佢每一條嘅法案就係做得唔撚啱，就屌你老尾就絕對係冚家產，就係應該要咁撚樣去做。你而家全撚部一鼻子出氣，行政、立法、施政全撚部屌你老母三權合一，咁你依一個嘅社會點會進步啊？我想請問，係嘛？屌你老母，你哋全部喺度配合緊個政府，我想請問，屌你老母，世界點會進步啊？點解有反對黨啊？點解喺人哋啲議會裏面大家互屌屌撚到屌冚家產唔撚陣停，仲打交添，打撚到屌你冚家產啊！最到最後啊，邊撚個屌你老尾再反對再投票再決定，大家要諗清楚至去推出一條嘅法律。而家唔撚係屌你老尾，大家好撚和諧政府講嘅嘢，大家會和應去附和係嘛？同時候啊，為撚咗要得到你班議員嘅支持啊，你哋講嘅嘢政府去辦聽。係嘛？嗰啲咁嘅不學無術咁嘅垃圾，屌你老母一件二件，屌你老母講啲嘅嘢聽多啲。冚家產，我都去東方中傳。屌你老母，阿經理，我今日耳仔好撚多耳屎，你幫我揾個姐姐嚟幫我撩耳屎，係嘛？屌你老母聽多啲，啲耳屎都多啲，係嘛？
屌你個老尾，你根本就錯鳩曬，你唔撚係要大家好撚和諧、好撚融洽、好撚合作，錯！你最好大家一埋手就屌老母，屌你有咩掟磚、掟蕉、掟杯，係嘛？你啲冚家產閪官，你班撚樣啲閪官，個撚個都屌你咩？打醒十二分精神，做撚足曬功課，入撚到去立法會裏邊就唔撚驚你班冚家產問撚到我閪冧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哋依扎嘅屌你老母嘅垃圾局議員係嘛？你哋依扎嘅撚樣，當然係要提出一啲嘅嘢要俾個政府聽啦，冚家產緊㗎啦。但係咁撚咁近距離做乜鳩啊？你私底下有偈傾，我吹你唔撚著。但係擺撚到明，大家要互相合作，就有違依一個嘅議會精神，多撚餘係嘛？講撚完啦，真係屌你老尾！依鑊嘢我嘅分析，大家唔好撚以為即係佢大家扮要開會反映民意，假嘅戲嚟嘅。不是做給你看，不是做給我看，是做給那個冚家產坐在北京中南海，現在好像去了新疆啊，還是哪裡去考察那條的柒頭，新疆現在是做一帶一路的，屌你有什麼很重要的基地，那條的撚屌戇鳩仔給他看的，是吧？騙鳩他，是吧？屌你到什麼，習主席走了之後，我們都沒有忘記他的訓話，他說那個四個堅持、四個希望很重要，我們一定要做，我們是愛國者來的，是吧？不像民主黨那些不是愛國者，民主黨不是愛國者，就屌你老母黨慶都冇撚得佢搞，屌你老母炒佢底，冚家產係嘛？屌你乜屎都冇撚得佢食，你睇我哋而家幾撚和諧，冇撚曬呢啲嘅屌你老母唔撚愛國嘅冚家產喺個議會裏邊，大家幾撚 friend 咗係嘛？屌你老母霸咪講嘢添啊！屌你老母係嘛？咁撚樣咯，即係你成件事俾我嘅感覺就係咁樣，而根本亦都係 defeat 咗個 purpose， 立法局議員去監察政府。屌你老母！對任何政府提出嚟嘅依啲嘅法案啊、法律啊，屌你老母要叉撚住噶佢！屌你老母吳家產，佢撚到天腳底都追撚住佢唔放，直至佢交到一條嘅法律有利民生、有利依一個嘅社會，亦都毫無屌你老母嘅漏洞，係嘛？依要做依一樣嘅嘢，你要做一個批評、批判、監察，屌你老母同埋議論嘅依一個嘅角色，唔撚係你博表現，係嘛？博俾政府啊，你李家超睇撚到。一個唔夠國意，政府裏面嗰啲乜撚嘢司局長啊、政府啊位置有空缺，就即刻喺立法局裏面就捉你呢兩二個入去政府裏面幫拖。你成件事就俾我嘅感覺好撚似一個嘅招聘會，你嗰啲冚家產陳萬奇呢個屌你嘅老母知客之流嘅冚家產死臭閪，你喺度博表現，博李家超歡心，博李家超垂青，第時一個唔撚國意，政府裏面有啲乜撚嘢空缺，揀我啦，揀我啦，揀我啦，咁撚樣嘅依一個嘅情況。你話幾撚悲哀啊！屌你個老母閪，你老揈係嘛？咁啊，柴娃娃只有一種聲音，就係方言，啱啊，係嘛？水清則無魚，民冇民主自由發聲，香港真係死個臘肉，冇撚錯，係嘛？屌你個老母！好，咁啊，而家去撚到幾點啊？10:32，但係好撚可惜，我因為今日我遲咗開波咧，我會做翻多十零分鐘嘅，大家嚇唔好擔心，我唔會屌你有咩走數，係嘛？屌你老尾，對緊住各位天地良心，點樣對你就算係咁啦？屌你講緊到閪冧咁樣，屌你咪未撚換過氣，屌你咪狂踩八千轉，踩足兩個鐘，屌你老尾邊撚個夠我咁撚黐線啦？冚家產，你等我陣間啊！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，由2022年1月1日起，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.TV 的网站和 Patreon， 只供会员收看。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。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，可以去下列 MHK.TV 的网站付费，同埋到 Patreon 注册会员。查询电话39558673 ，WhatsApp 98108874。